吓我一跳啊！我什么东西呢？尸首上有余温，提高警惕。哦，蛇妖。哎。哼，好臭。要放毒哎，小心一点哦。等他红色的攻击来了再说吧。这种清水一点的怪物，我觉得就好打一点。那种特别大，毛又特别多，看看不清。近身吧。哦，没事。哦，他竟然叫白蛇。耶，禁毒了，禁毒了，完了完了。嗑个药。敌营之中定有猛将。没躲掉，这白蛇不是很难。躲不掉，难受。曹操凉了，不用管他了。碍事。再见。这是一个小 boss 吧？我第一次打就赢了。哎，变成小蛇了。我都不知道他的攻击节奏，哎，还可是痛。如何，阿蛮？通道狭窄，尚能行走，似乎可先身处牢房。里面还有大 boss 呢。几位上主，这可能就是那蛇变的吧。小女姓甄名福，他不怪，已经想要保护小女。哦，就刚才那条蛇还请恕罪。那他怎么不把你放下来啊？神经病啊。